好啦，大家又到呢個環看歷史啊！咁啊，上一集咧，我哋就開始講呢個近代中國史裏邊一場最慘酷嘅內戰——太平天國。係啦，洪秀全，我哋兩廣人士啊，廣東佬啊，其實主要係領導嘅第一次革命就係呢個太平天國嘅起義啦。睇嚟百幾年前嘅嘢嚇，一場咁嘅農民起義，喂人哋話推到咁遠講做咩嘢咁樣？點知嚟睇落去，哇！原來咁多嘢嚇，即係似舊還新。嗱，歷史上邊咧，歷史就咁樣啦，好多嘢太過驚奇地相似。特別係中國史啊，因為佢一路都係喺一個王朝嘅大一統嘅自亂興衰嘅循環裏邊。嗯。咁所以佢同西方嘅歷史好唔同。西方歷史你同一百年前，或者二百年前咧，你再類比咧，其實已經變化好大。嗯。你再講呢個嘅奧匈帝國啊，呢啲不存在添啊，已經係。係。普魯士啊，呢啲國家。嗯，咁但系喺中國史裏邊咧，因為佢嗰個管治嘅模式冇乜太大嘅改變，都係一個郡縣制嘅國家走唔出，就係用一班官僚去控制一班農民，然後上邊一個獨裁嘅皇權。你而家類比翻今日嘅中國大陸，你唔好理佢咩黨，共產黨、列寧好乜都好，你搣除曬呢啲嘢嘅話，其實佢都係一班嘅管治嘅一個貴族階層。控制住即係寡頭嘅少數嘅人，然後利用一班官僚集團去控制住大量嘅離散嘅人啊嘛。所以其實係二十五時第五個就係中共王朝。中共王朝就係咁。所以我話你睇農民起義有原因嘅，其實。嗯，係啊。因為中國歷代都係去到嗰個所謂官逼民反，就係逼到啲人抗税運動開始嗰陣時，就係農民作反嘅時候啦。係。咁所以。下一波嘅即係中共內部嘅歷史變革咧，佢都唔係嚟自上層嘅推動嘅，我覺得好大可能都係同明啊，同呢、這個中國歷代嘅下層帶嚟嘅革命，其實都唔係革命。喂，最大嘅分別咧，咁又唔可以咁睇。我原因覺得咧，最大嘅改變係生產力嘅改變，即係科技嘅改變咧，使你依個權力結構係好唔同嘅。即係你將來嘅改變咧，仲好似農民好似咁容易揸個鋤頭可以打兩省唔得㗎啦，即係好似嗰陣咩，即係呢個黃巾起義唔得㗎啦，因為你依家點解咧？你睇中共起嗰啲橋、起啲路，就快速調動軍隊啊！同埋佢全部係即係全國係用衛星、用大數據，跟住咁先進嘅科技係冇得搞嘅，除非軍即係上層同埋軍人叛變。呢、這個就係一個最緊要嘅因素。其實佢而家追查嗰啲嘅武漢肺炎帶菌者咧，顯示到佢嗰個監控嘅力量好大嘅，好犀利嘅。佢係真係追到你個人，好快已經追到你。係啊，所以將來個變化係唔同，因為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嗰個科技嘅改變係改變呢個世界，科學係改變世界觀，科技係改變呢個世界結構，所以係好唔同嘅。不過嗱，我哋慢慢再講啦。但係有啲嘢都係相同嘅，所以我哋今日講明治維新啦。是一個很值得有意義的事，因為點解咧？你個社會話點樣進步，話點樣強大？如果你個本身嘅制度唔係現代化，唔係文明，人嘅價值啊受唔到充分嘅肯定同埋保護嘅，咁呢個係咪點可能係一個真正嘅強大嘅國家咧？咁樣同埋呢個強大國有冇意思啊？呢個國家係咪？呢個亦都係中國人嘅一個百年嚟嘅。一個苦思的問題，是的，是的，就是為什麼日本可以在即是早中國，即是它一個我們中國人經常都覺得日本是仿效中國文化的一個這樣的國家，而日本也是在明治維新之前也甚至是比當時的滿清落後，那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時間去快速實現，在鴉片戰爭就是1841割讓簽訂南京條約，香港開埠1842，是的，明治維新就是1867明治維新，其實它是香港開埠之後很短的時間，而當時鴉片戰爭之後，滿清即滿清政府也是急於追上去的，它知道都要需要實現這個西化，因為你看到西方的武器啊、船堅利炮來了之後呢，但是為什麼可以一個這麼大的轉折點，就是去到19世紀末期的一場戰爭，就是甲午戰爭了，就是結果兩個第一次檢測一個考試，日本的現代化和相同時間的其實差不多，中國就是由同治中興即是自強運動到這個甲午戰爭，日本就是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
係冇錯，差唔中國其實早少少，中國要咁講，中國係洋務運動開始先。你真係自強運動啦。咁你知道啦，左宗棠第一次講話喂，二千年未未嘗之變局啊，未見即個變局。咁又跟住咧就係佢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即係仍然都覺得我哋中國係優勝過人哋嘅，嚇洋人又落後嘅，不過只係你掌握到科技嚇一啲嘅技術，等於好似以前啲胡人嚇你騎馬叻、射箭叻。我咪學你嗰啲嘢咯，咁、但係我哋始終係一個大國，我哋一個文明嘅國家嚇、我只係用你啲器皿，係用你啲工具，咁、所以用咁嘅心態嚟到咧，係即係學呢個西方嘅科技，嚟到學一啲好表面嘅一啲嘅所謂嚇可能工廠啊兵工廠，咁、啊都係官辦，一切都係都唔俾民間去到學習啊呢啲咁嘅科學嘅知識，咁啊只係好有限度咁樣咧。表面地嚇、去到模仿西方，咁然後直至到咧，一間都會講謀術為生之後咧，即係甲午戰爭之後咧，先至會知道喂，原來唔係咁樣喎，原來係有制度上高嘅我哋嘅嗰個優越性啊西方，咁同時睇到咧打場仗都好，原來人哋係咁有部署，咁有紀律嚇，好多嘢咁俾你先進嘅管理。咁又先學，然後先至睇明治維新咁成功。其實嗰陣時康有為都係受到明治維新嘅影響。你維新兩個字就係啦。係啦，咁而明治維新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超咗洋務運動嗰種狹隘嘅心態。咁所以咧，我諗今日要首先講咧、就係明治維新係點樣走出嚟啊？咁你一定好熟啦，日本史呢方面我知道你。咁你講當時即係。點解一個幕府你知道嗱，或者都講講先啦。日本係神道國，係一個神道教國家，天皇就係以即係為中心，而係即係神呢、這個神道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教裏邊咧，係將嗰個所謂天神嘅力量咧，就係透過天皇嚇嚟到實踐喺呢個世界嚟喺日本嚟到咧管治。咁但係咧，佢嘅咁耐嚟講咧，佢傳統上高咧，佢嗰個君王咧，即係行使嗰、那個。權力都好咧，都係有得限制嘅。佢係受到幕府嘅限制，即係實際嘅行政權喺幕府。就係一個虛位嘅皇帝。係啦，根本天皇就係一個象徵式嘅啫。其實我覺得，即係一個 icon 嚟嘅啫。因為萬世一系啊嘛，咁佢就一個。但係都好緊要啊！佢吸引到即係啲人對佢嘅忠心，同埋某程度嚟講，即係 religious 嘅原因。係啦，咁你對個幕府嚟講咧，某方面嚟講都係有啲。佢係雙元嘅權力。係啊，即係你唔係 dual power， 即係佢實權咧。基本上就係喺呢個嘅征夷大將軍，咁幕府大將軍啦，嗰啲係啦，咁就由呢、這個、其實 before 江户時代開始啦，有镰仓幕府啦，好多嘅大將軍都已經控制咗當時日本嘅主要嘅朝政。嗱，但係你要記住最重要嘅分別，除咗個皇帝嘅角色，中國皇帝係掌實權嘅喎，同埋中國皇帝咧都係有啲神權合一。佢中意天子啦，當然係、天子咪神權合一咯。但係佢都係一個掌握實權喎，佢斬你手上，佢真係可以斬你。咁最極呢、這個好似洪秀全咪神權合一咯。我哋上次講天太明天國又係神權合一，又係軍政府，乜嘢啲權喺曬手上高。但係日本嘅時候唔係咁樣，日本嘅時候、就是、日本就個點講咧？天皇就係代表日本宗教文化嘅象徵。係，但係個政治權力、世俗權力嘅象徵就喺幕府大將軍嗰度。係。最重要咧就係中國喺秦漢開始咧已經行郡縣制，咁、個封建制已經結束㗎啦。咁中間有啲時間出現過，但係始終喺中國歷來一路去到中共建政都好啦，仍然係一個郡縣制國家。就係由龐大嘅官僚系統下面就再冇，譬如我分封，譬如你姓朱朱元璋啲阿叔啊兄弟啊全部封王㗎嘛。咁佢封咗王之後喺地方就係冇實權嘅，但係佢可以喺度食。皇粮啦咁，但喺日本唔係喎。日本就算幕府做咗征夷大將軍都好啦，下邊佢有好多藩啦。係呢啲藩，嗰叫大名啊，就叫大名。係啦，咁佢又有分嘅喎，有啲叫普代大名，有啲叫外養大名。外養大名就再疏一重噶啦。係啊，普代大名咧，佢嗰個藩主可以入去幕府嗰度做任職嘅喎。可以來咩大佬啊、老中啊嗰啲位，其實佢唔係淨係。幕府的大佬嚟嘅，佢自己有個藩嚟嘅，佢都係個藩主嚟嘅。係，呢個就係日本嘅特色嚟嘅。嗱，封建制咧，好似有七成嘅地就喺啲藩，喺啲強藩其實強藩嘅。德川家康開江户幕府咧就好鬼醒目嘅，咁咧佢就推行一個制度係咩咧？就係你嗱，你點樣控制嗰啲藩先？
嗰啲藩你差唔多，你當做中國一個縣咁大啦，佢未去到一個省咁大。咁但係咧，佢就將佢哋咧就人質啦，好似春秋戰國咁啦，就係啲藩主咧就要將佢哋嗰啲長子咧或者細路咧擺喺東京，擺喺江户。因為哦，嗰陣時都已經用咗咁嘅方法。開始係啦，就叫推行一個叫人質同埋咩咧，一個叫參近交替，就係咧，要佢哋每年都要上去。個藩主要去江户幕府參見大將軍，咁然後又你嗰陣時路途又遙遠，交通又唔發達，佢就要用好多錢去喺東京買屋啦，養住一班家臣啦，然後跟住又要旅費啦，所以日本嘅旅遊業好早已經好發達㗎啦，有好多好多嗰啲宿場，即係嗰啲酒店啊，就招呼呢啲你諗下咁多個藩，咪樂逸於途去。呢、這個江户幕府，去參見呢個天皇，參見幕府大將軍咯。係，咁佢其實就用呢啲手段嚟控制嗰啲藩。不過咧，啲藩咧有咁多個咧，一度好咧，佢有競爭有啲，藩與藩之間嘅競爭。所以當最早期佢哋知道西方係進步咧，已經派人去留學啊等等嘅嘢。嗱，你要記住，雖然國家係鎖國，係啦，就鎖國，幕府鎖國，唔准出洋。直至一八五三，天皇亦都唔管呢啲實務，唔理出邊嘅世界嘅，去主持啲宗教儀式。係。咁但係咧，日本我哋有一個錯覺嘅，我哋成日以為好似中國咁樣。係。哦，日本咧就因為明治維新之後先至引進西學，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錯誤嚟。嗯。其實日本嘅西化程度咧，係比當時嘅滿清咧，嗰個唔係講緊政府啊，係講緊個社會層面係高好多嘅。其實，就頭先阿何俊仁講到啦。譬如有幾個藩，譬如薩摩即係今日嘅鹿兒島。長洲藩都係啦。長洲就係今日嘅島根啊，島根縣日本中國嘅地方。依頭國民嗰度出嚟啦，係嘛？係啦，咁咧就嗰啲藩本身咧，特別係薩摩，因為好早鹿兒島已經做國際貿易啊。嗯。咁佢接觸外商啊、外國嘅知識咧，特別係你要記住咧。嗯。最早嘅西學入日本咧，其實唔係英國、日本人最早接觸係荷蘭。係啊，最早荷蘭。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咧，好早已經嚟亞洲嗱、你要記住啊。Before 葡萄牙人嚟之前，其實荷蘭人喺明朝已經曾經佔領過台灣啦。係啊，係咪去到清就收尾呢個阿鄭芝龍個仔，即係鄭成功，就喺熱遮蘭海戰就打敗咗荷蘭。嗯。跟住荷蘭人就已經去到當時嘅耶加達啦，印尼啦。然後跟住再遠航就去到咩日本嘅長崎，幕府就話得啦，你留喺長崎嗰度做生意，其他地方唔准去。咁所以荷蘭人咧一早就有據點喺長崎。係。咁然後咧就嗰啲西方嘅知識就通過佢哋叫蘭學，蘭學即係荷蘭學，即係佢哋嘅西學。嗰陣時候啲冶金學啊唔錯㗎，即係嗰陣時候。唔係啊，你最特別咩？我哋而家打開日本嘅 yen 咧。一萬 yen 幣值最高嗰個咧，佢都印咗啲歷史人物喺度噶嘛，同我哋好唔同啊嘛，我哋印嗰啲毛澤東啊嗰啲咁嘅嘢，日本人係印嗰啲日本歷史人物，最面值最高嗰個就係福澤諭吉，嗰個樣啊，日本而家用嘅貨幣，福澤諭吉喺邊度讀書嘅咧？其實佢就係學佢嘅學校就係教蘭學嘅，佢老師就係翻譯呢個荷蘭嘅。醫學嘅書嘅人，其實荷蘭係好犀利。荷蘭其實喺嗰個年代係好多西學嘅，你估唔到荷蘭嘅股票市場係佢開始，即係保險制度係佢開始，銀行現代資本主義佢開始。嗰陣時候歐洲打仗係同荷蘭銀行借錢嘅，你借唔到錢都唔使打。喂，你而家去阿姆斯特丹嘅銀行之祖嚟嘅，即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你一入去，其實嗰個就係荷屬東印度公司嘅總部嚟噶。係漂亮到不得了嘅，跟住對斜對面就係荷蘭股票市場噶啦。係啊，喂，金香炒到癲曬嗰陣時，第一次呢個泡沫經濟其實就係炒屈金香開始噶嘛。係荷蘭開始。你諗下幾犀利？咁呢個細國家嚟嘅都好細喎。同埋嗰種啊，bookkeeping 嘅制度啊，現代嘅會計制度啊，double entry 嘅 system 係由荷蘭開始，保險係由荷蘭開始。今日你見到我哋一個咁細國家，但係佢啲大企業，你諗下，Shell。Heineken， 呢啲全部都係荷蘭的。所以地方細唔係一個問題，好似香港咁細嘅地方，嚇可以有咁嘅能量，就係、是、你個人嘅質素、你個制度嘅優越。係啊，就係、是、個制度嘛，係嘛？咁所以日本好早，我哋成日都話，成日笑日本仔，我都話呢啲中國人好多時係咩咧？睇唔起人哋，因為無知。愚昧兼無知。正正
因為佢個皇權其實佢冇管到咁死啊嘛。嗱，其實係中係一個春秋嘅類似春秋嘅春秋戰國嗰陣時。嗱，春秋你諗下幾發達中國係咪？你諗下，你諗下中國嘅哲學，中國好多嘅商啊，呢個商貿喺春秋極之發達嘅。一到咗秦統一咗，跟住漢都差好遠。嗱，你睇到單單我頭先講香港開埠1842，但係當時日本嘅朝野嘅知識分子，包括好多薩摩藩，呢、這個鹿兒島嘅武士，佢好留心香港嘅。點解呢？因為香港就係一個西化嘅代表嚟嘅。去到明治維新之前，已經開埠咗十幾二十年啦。好多香港商船嚟㗎啫，係咪？嗱，香港嗰陣時嘅中文報紙已經有啦，就係、是《華字日報》啊嗰啲，即係支持孫中山之後日後孫中山革命嗰啲，都係嚟自中文嘅媒體嘅人。中文媒體嘅報紙喺香港開始出現，講好多西方嘅嘢嗰陣時咧，嗰啲發行量最多去咗日本，原來。是日本 有商船来香港，就大手在中环入那些报纸，入了报纸之后就他们就在那里就分发买，然后就即是晚清就不重视香港的，当时香港已经开埠了二十几年，是不是出过那些叻人的那时候都，但是那些叻人又好，或者背上香港譬如黄涛啊这些，包括澳門的鄭觀應啊，呢啲講商戰啊、資本主義的競爭呢啲嘢，喺何啟啊，喺滿清係冇人理佢哋講啲乜嘢，反而佢哋嘅作品咧，譬如魏源嘅《海國圖志》啊、黃濤嘅作品咧，喺日本係好流行嘅。佢哋就嚟香港買咗嗰啲報紙，買咗啲書，然後就運翻去日本。不過佢哋都受日本影響，呢班人亦都係同志。嗱，好多時你知點解咧？因為當時佢哋日本嘅武士全部識漢字。他就看香港的報紙是一模一樣，是完全沒有理解的問題的。這個很重要，看即是文字通，是的，文字是通。還有薩摩當時19個人偷渡來香港，在香港坐船去英國，然後在英國，但當時未有來明治維新，是講緊明治維新之前十幾年。這個明治維新的制憲之父就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都是在英國留學的。跟住英國留學嘅喎，收尾明治政府裏邊一個對教育、教育改革最出名嘅，嚟自薩摩藩嘅教育大臣叫井上卿。井上卿就係當時十九個薩摩武士偷渡嚟香港，由香港去英國嘅其中一個嚟嘅。跟住佢留喺英國，了解曬人哋嘅教育制度之後，跟住翻翻去之後冇耐，明治維新啦。所以佢日本人，你諗下佢對西學嘅認識肯定高過曬你嗰扎咩中國。裏面講明治維新好，或者甚至係日後戊戌維新，譚志同啊、康有為啊嗰啲，佢認識深好多。因為佢哋自己係親自去到嗰個地方，是去學習同埋了解嗰樣嘢。同埋佢真係知道自己嘅，佢唔可以講話愚昧啦，即係知道人哋嘅優越啊。佢真係心悦誠服，知道人哋制度嘅優越，知道人哋嘅進步，而知道自己嘅不足，而以一種誠嘅態度，即係真係誠懇學習嘅態度。去到擁抱西學，呢個係好重要的一樣嘢。嗱，呢個同日本人的傳統文化咧有好大關係。我哋中國傳統就係一個好即係花崗岩咁嘅傳統。咁佢嚟講，中國幾千年嚟穩定噶嘛？呢個係犀利喎，即係兩三千年咁穩定個嗰個，同埋你邊個族入嚟咧，都係同化咗你啊嘛。原來中國犀利啊！文化一路咧，佢有一種。好到今日都係一種優越感啊！一種係你話將光又好乜都好，嗰種勢力、嗰種生命啊！教化你呢啲藩邦外夷。咁你睇下，你睇滿清嚟到，即刻學漢文，即刻個個詩詞歌賦寫書法，跟住開科取士咧。係咯，你夏萬雍正啊，呢個康熙啊，全部漢落都相當好嘅。唔係㗎，你南北朝當時北朝北魏遷都洛陽之後，連姓氏都改埋啦。用漢族的姓氏啦，咁就自大啦，所以中國是自大的，啊、一路自大。咁但係日本係冇呢種包袱嘅。因為日本一路都是學習外國的嘢啊嘛。你諗下喺聖德太子大化甲身，在唐朝時代的日本是點啊？係將最精英嗰啲叫做僧侶同埋貴族子弟送去長安讀書。佢從來都是咁嘅，佢唔係淨係睇書喎，佢送去長安學習。我哋讀中國文學史，讀到李白的年代。我哋咪認識一個日本人咯，叫邵恆啊嘛。邵恆咪就是日本人嚟嘅咯。呢、這個當時係可以寫漢詩，亦都喺唐朝裏邊做官嘅喎。就係叫柯培仲麻吕，就係、是、一個日本喺唐朝做官嘅留學生。係。收尾翻返日本嘅喎。派好多人嚟留學嘅日本。收尾翻返日本嘅喎，佢唔係留喺中國嘅喎。係。咁所以我話你諗下，佢從來佢都係佢個傳統裏邊。
就是話邊一個強勢文化。我朝野一判斷呢個係集體意識一覺得呢條係出路嘅，就一起去學習嗰個強勢嘅文化。嗱嗱，跟住有一個變化咧，就係好特別嘅，好奇特嘅。就日本正我講咗咧，係一個封建嘅制度嚇，咁啊幕府係中央嚇實權啊，大將軍又有實權，下低啲大名就控制住好多藩，咁藩與藩之間有制衡。咁但係到1853年咧，嗰陣美國戰艦嚟，黑船來航啊！佢哋黑船來航，咁呢個叫做陪你將軍，陪你扣關，就俾一年時間你，要你開關。我再翻嚟嚇，要佢翻。但係你知唔知啊？黑船咧嚇係由維多利亞港出發嘅，係啊，喺香港出發，喺香港出發嘅，咁啊借香港啦，係香港做補給嚇嚇咁然後咧就陪你咧就帶住呢個美國嘅艦隊，然後就去到一個叫做下田嘅地方，就距離東京灣已經好近嘅啦，咁然後就駛入東京灣，然後耀武揚威一輪就走咗啦。但係當時講到明一年之後我會翻嚟，到時唔該你，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就要日本要開放佢哋嘅港口，同埋要將入美國嘅領事館擺喺呢個，同埋商館擺下田呢個地方。咁另外就係北海道嘅函館啦，佢要咗兩個地方嘅當時係，就是、下田同埋函館。咁咧就跟住好快就要。即係佢要被迫要開關啦，大家唔係，但係佢有爭拗嘅當時。神奈川條約基本上都開啦，係嘛？佢開咗之後有爭拗就係咩咧？一邊就係要話嗱，就算嗰啲藩啊，本身都唔係一開始係贊成開國嘅喎。所以有啲係抗拒㗎。譬如薩摩，薩摩就係咩咧？我要學習西方嘅武器技術，不過我要同西方作戰喎，所以薩摩係同英國打過戰爭喎，英薩戰爭。嗱，佢哋唔係一開始就係接受呢個開國。所以咧，佢1853年簽咗《神奈川條約》之後咧，有3年仍然有衝突。咁佢四艦啊，佢有隻四隻戰艦嚟到炮轟佢嗰啲沿岸嘅一啲嘅藩啊嘛。嗱，幕府咧，長洲藩都俾佢轟過嚟噶。轟過嚟㗎。薩摩就連同英國佬打過仗添啦。咁、後來，但係伊藤博文翻翻嚟之後咧，佢係本身係嚟自長洲藩嘅。咁佢贊成咧就點樣咧？佢話唔好再讓夷啦。佢話我哋應該尊王而唔好讓夷。尊王倒幕，倒幕府，倒幕。因為幕府係讓夷派啊嘛。係啦，係啊。幕府當時係讓夷派。讓夷即係話咧抗拒西方。打鬼佬啦！打鬼佬。係啊。咁然後咧，葉問上身啦。咁而嗰班藩咧，有啲就係要讓夷嘅，同埋都抗拒，即係對幕，即係亦都係咧支持幕府，但係亦都係即係唔即係仍然係。保持翻嗰個所謂虛君制，咁但係後來咧，伊藤博文有一啲藩咧就贊成啲嘅咧，將權力還翻俾天皇，廢幕府，然後建立一個中央嘅一個民責政府制。嗱，呢個係好緊要，呢個喺明治維新嚟講。嗱，所以明治維新係兩個意義嘅，我覺得明治維新第一個意義咩咧，就係政變，政變嚟嘅其實係政變先，然後先至西化嘅。但是政變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對於日本現代化的爭論而出現的一場政變。就是這個讓夷了，就是讓不讓夷了，打不打鬼佬了。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西鄉隆盛這班薩摩長州的藩的武士就說，喂，打不過他們了，我們真的，我們不如將個精力來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要打他們，不過不是現在，他說我們要將自己的武器強大起上來先，然後先至打佢哋。好啦，幕府因為當時係反對呢個讓夷，即係贊成讓夷，所以大家有個分歧。然後呢班藩主就諗下，喂，不如懟冧個幕府啦。嗱，當時佢要諗啦，個大義名分係點咧？你要記住喎，如果你出師無名咧，你就好大鑊噶喎。咁你同幕府有咩分別啊？你動之旗出嚟嗰陣時，你譬如薩摩、英、長洲兩個強藩動之旗出嚟，咁其他土佐啊、肥前嗰啲會嘈噶喎。喂，咁你真係想做幕府大將軍啫？咁咪內戰咯，一定係啦，四分五裂成個日本。但係佢哋好巧啦，抬翻喺京都嘅天皇出嚟，就係明治天皇啦。喂，從來呢個都係日本嘅國家嘅象徵嚟噶喎。由呢個野馬台國開始，日本嘅呢個文化神道教嘅象徵，所以話好多中國人有個錯誤，第二個錯誤理解係咩咧？就係、是、以為天皇一路都係掌權同埋好大權威，其實唔係。天皇係喺明治維新之前強藩，大家要傾掂數啦，先至開始抬個天皇出嚟。天皇所謂尊王就係咁開始啦。佢天皇咧喺危急嘅時候，即係好似太皇有啲都有咁嘅作用咧，就要團結國民啦，係啦，團結國民。而佢當就如果選擇到嗰個權力精英係開明嘅咧，就好掂啊！
咁呢、這個呢、這個即係榮至維新就係叻在咧，就係嗰啲藩係自削，即係佢有力嘅一啲藩聯立咗出嚟，削咗藩還權俾天王，然後廢幕府，天王再組織個內閣制。咁啊，伊藤博文就係第一任嘅總理。嗱，呢個如果睇到中國同日本兩大路線分歧啦，中國喺晚清戊戌維新立面運動失敗之後，終於辛亥革命，滿清順位啦，將個權交俾呢個袁世凱，結果成個中國就四分五裂，就陷入軍閥混戰嘅局面。嗱，當時你要如果要睇日本同中國歷史嘅分別，你就要諗下啦，點解當尊王拱出嚟啦，長洲薩摩一個就係長於陸軍，一個長於海軍，薩摩就係海軍，日後嘅海軍將領都係出自薩摩藩嘅，東鄉平八郎啊呢啲。長洲就係啦，長洲就陸軍，陸軍參謀本部嘅人都係嚟自長洲藩。咁江户幕府佢唔會坐喺度喎，當時幕府有其他嘅藩係支持幕府嘅喎。係啊，咁就內戰嘅咯喎，未講呢個陪你仲嚟嗰陣時啊，未講呢個日本開國喎，唔好講話現代化，搞咩兵軍事現代化，搞咩製鐵啊、煉鋼喎，佢自己打起上嚟，嗰個內戰可以係拉好耐嘅，中國軍閥混戰係十幾年嘅喎。呢個就係第三個關鍵，就係日本人嘅精英裏邊有冇一個真係真正嘅國家觀念。呢個係最緊要嗱，當時由頭至尾嘅國家觀念係真正嘅國家觀念，係啦，真正唔係吹水嗰只。中國咧係氏族觀念、家族觀念、氏族觀念，而唔係國家觀念。當時明治代表明治天皇嘅薩摩長州軍隊已經一路逼近呢個江户啦。當時呢、這個即係到今日日本人都好喜歡嘅一個明治維新嘅志士，我哋叫版本龍馬呢啲。佢哋唔係為咗自己個人嘅私利。而是走去游說當時的幕府，這個最重要是是的，可不可以無血開城，無血開城就是說幕府政府幕府軍隊可不可以不抵抗，那時候已經不是用武士刀了，全部用步槍了，其實差不多你已經沒有什麼流血的，沒有的，無血開城就是當時的，其實現在德川幕府的後人現在還在這裡的，不是殺盡的，不是殺絕的，最後一個幕府大將軍就是德川慶喜，就宣布大政奉還，就是將那個征夷大將軍的權力交回出來。其實這個都是好東西，即是你看到是喂，這個不就是國家利益嗎？真是為國家的利益，外敵壓境了。唉，真是，如果你說喂，如果中國人不是孫中山、袁世凱一路打下去，打到最後整個國家爛了，還有你看人家美國，你不要，即是當然日本日後發展了 軍國主義那種極端的，另外一個不要說，你現在在維新的時候看到那些人真的支持個國家脱離落後貧窮嚇封建，走向現代文明。咁嗰啲人係真係一種出於即係愛自己國家，即係愛護自己國家心，係咪啊？呢個係好清楚嘅。即係你一睇現象，我哋而家香港睇下大陸嗰啲所謂愛國嘅人，係咪真係愛國啊？大佬，連共產黨啊，家人錢下萬都走曬，個個攞官啊！香港呢班個個拿幾個護照，以前都。依家人大成半都係攬外國護照，所以一制裁佢大鑊嘅，話俾你聽啦。真係明治之前你睇到嘅滿洲嘅貴族改革，寧願犧牲國家都要保住滿洲嘅政權。中國大陸一樣，中共為咗犧牲中國嘅未來，保住共產黨嘅控制。共產黨啲貴裏邊嘅高幹就高幹子弟嘅嗰個利益集團。你諗下，如果當時德川幕府大佬嗰啲咩井伊直拔嗰啲話，我就打。就跟呢個明治天皇和薩摩長州開戰，都唔知點啊！好啦，各自就找外國嚟幫拖啦，咪就太平天国一樣咯。好啦，明治政府就找喂佢最 friend 嘅就找呢個德國咁樣，薩摩藩同荷蘭同英國 friend 嘅就找英國嚟幫拖，你成個日本就四分五裂嘅啦，今日就成為列強瓜分嘅地方啦。嗱，我哋啱啱講講嗱，因為我正係講到入正題啦，開始1867年嘅明治維新。係點？所以五條細文係點樣？係啦，跟住點樣傳個國家改革？我哋先喺度停一停，咁跟住落嚟，跟住嗰一節咧，就大家可以咧就去睇一睇實際去到最明治維新裏邊嘅一啲關鍵嘅政策，同埋同中國當時嘅同治中興嘅自強運動，或者甚至係戊戌維新嘅比較嘅分別係乜嘢啦？咁跟住嗰一節，我哋就喺 Patreon 嗰度大家睇到啦。